观众、诸位菩萨，大家好！现在咱们演讲《祖师训诲》出家三十要旨。那么今仔日要甲诸位讲的出家要旨内底呢，今仔是要讲出家人出家了后爱持戒啦。如果若持戒呢，你的心就较淡薄。较容易入道啊！你看有诶出家了后，伊嘛是呢爱名爱利爱出风头，那么伊心地根本都无去进步啊！看起来穿着出家衫，剃着光头，外表乍看之下，亲像一老修行家，可是心地未必然有知足呢。你若无知足，一切世俗诶习气。再多会阁流露出来，哦，历史会阁重演呢。所以出家啊，那么祖师呢，伊一再苦口婆心，甲咱呢勉励、敢提醒啊，讲出家了后，你爱持戒哈。你不管你的衫裤呢，穿了是毋是讲好是无是，哦，庄严无庄严。哦，这三个忌惮呢，无忌惮呢，唔好个在意。啊嘛，唔茫想讲，别人伊财产遐尼富有啊，你就伫遐生嫉妒心。人个好过呢，你就伫遐心内呢，伫遐呢想想啊，有空无顺呢。哦，你爱想讲，哦，我自己个福报呢，偌济算偌济就好啊。你多生累劫那无受福个人。当然，这世人日子就较无贵，这跟你所做因果有关系的啊。做事就遐人啊呢，殷勤来甲恁勉励啊。来注意，恁看做事安怎甲恁讲啊？出家要常知足，莫管衣衫淡薄，欲想他人财物。不顾自己福报，诸位有看嘞吼？用咱出家了后，修行嘛，修行就修你心地法门呐、啊。心内那是呢无健全，心内那有病，心内那卡死呢，起了种种的不法的所在，赶紧净化掉。如果若起这个无知足的心呢？这一个性一生当中呢，心内相当的不平衡啊，所以呢，一第一先来知足。所以呢，出家了后，上主所护你的，哦，信徒所布施的，你所穿的衫裤呢，哦，出家一法衣呢，你都唔忙咧，很在意啦，爱淡泊明志才对。那么看到别人富有。你心内唔好艰苦，甚至唔茫怨妒、嫉妒，共讲人五四三三六九的呢？别人有福报，迄是人收来；你自己无福报，是你多生累劫唔怎受福啊。所以你无反省自己无受福，反倒怎啊呢？对别人的富有呢，产生怨妒、嫉妒、食醋呢？这相当不智之举啊！你这款的想法、这款的作为、这款的观念，完全失去了出家人伊呢对真相的了解。
所以如是因，必得如是果啊。过去无种迄个福的因，当然即世人，这善家那鬼啊，那看到你呢，就走那飞啊。哦，啊有人，嗯，生出来了后，一生起来呢，伊福禄就伫左右。走去南，走去北，走去东，走去西呢，拥护人就一大堆啊，支持人一大堆啊。你袂当无相信，为何平平父母生人，怀孕十个月出来呢？哦，批注之间的福报为何伊差遐尼济呢？为何遐尼悬殊呢？悬殊啊！原因就跟过去多生累劫以来所做的这个奉呢，甲无做奉呢，有息息不可分离的关系，这叫做依生俱来。哦。唔是叫做天分哦，世间人讲诶，佛教叫做道生累劫来有修福无修福，叫做依生俱来有关系滴。你讲有人生出来了后，哎呦，善家呢，比鬼较不如啊！善家家己也惊了啊！善家家己呢，强强尾呢，自杀去啊！家庭维持袂落啊！你若要注册费，啊！你若破病，唔知要安怎？遐共写钱，遐共借钱，遐去装钱，母甲做阿爹阿娘人，实在非常艰苦。所以除了安贫以外，你当时要尽量去修福报，哦，布施一下。我定讲一句话，讲好嘅人有迄个能力布施。善者人尽量更加爱布施，哦，你即世人善到遐尼可怜啊，佫唔知影布施呢，安尼来世更加呢善中之善，佫更加愈善呢。哦，甚至佛事，哦，留涂骹清便所，甚至呢，哦，皆种一个福田呐，摆桌椅啊，即无形中用体力呢，体力嘛会当收获报啊，无定爱出钱啊。哦，啊！人富贵人更加爱布施，富贵呢，福总是用的真饱。比如讲，你有一百万、一亿万呐、啊，你放心，你放心，一百万、一亿万总是开下了时阵呐、啊。以及开下了当中，你有分摊一寡呢，哦，财产呢去布施施舍，正功正福田呐、啊。叫做以福培福啊，啊唔当以福去自验呢？啥物以福自验？用这钱啦、啊，哦，请一寡呢，哦，酒肉的兄弟啦，哦，因此呢，哇，杀生啊，杀鸡、杀鸭、杀羊、杀众生，连沾甲足青草的，遂搁啉酒、吹粉味的，这叫做以你的福呢，顺利福气啊！你后卖好渐渐消，渐渐消，亲像鸡龟啊，分间会真大粒，去一消，去一消，鸡龟啊呢，哇，就剩八分饱、六分饱、三分饱，到尾船内底无空气啊。福总是消会了的啊，哦，福总是享会了的啊。等以后你福享了，你变成善家贫穷咯。就亲像鸡龟啊，消防器同款。譬如你一亿来讲啊，我剩八千，剩五千，剩三千，剩两千，剩五百万，剩一百万，我剩十块银，总是开会了，用会真，是毋是啊？所以你为何在消防当中、福享会了当中，分一寡的福去医福去培养福报啊，以福培福啊？你注意清楚吼，这非常要紧哦。听了后爱奉行，不然会食呢。我唔敢咧保证，诸佛菩萨唔敢咧担保啊。福总是消未了时阵啊，所以啊，好家人爱布施一下，以福培福，后卖你进未来者呢，福报绵延不间断，福禄就无边啊，为自己铺路啊。你无了了啊！所以佛问一句话讲：你若一文施舍，万文修。哟、哦，
你呢伫遐用福报呢，去伫三宝中的正福殿，就亲像讲你骂一辈这稻米呢，哦，这稻麦，哦，稻谷呢，也伫田内底，黄啊生出来就规只，哦，四五平就对啦。啊，黄啊呢，插伫迄个呢，田园内底呢，哦，就两三厘啊呢，迄收起来几啊布袋呢，哦。一文喜下，万文收，就是这意思。福报是会当培养的，愈培养是愈多，连本带利收倒转来啊。所以好家人爱布施，为自己未来的福禄而铺路。善者人更加愈爱布施啊。我捌拄过啊，有师傅啊，我中年人是赚足侪钱啊，但是迄时阵费镭啊，揣粉味的。找酒国的英雄呢，大家围炉，大家伫遐消遣，哦，伫作业饮酒啊，划手棍啊，哦，做一堆业，然后搁去跋筊啊，赚两三亿，结果我毁一个呢，哇，全破产呢，含太太差一撮就无走去啊。目前我后生祖囝足无谅解我，无在少年时呐善食人。辛辛苦苦呢，两个翁某修经起来哦，因就赚一寡钱呢，到尾两三亿拢互伊开了了去，家庭又阁破裂。啊，即卖呢想讲要来喜舍布施呢，手中一文都无啊！你来看，善根呢？你看，讲还阁会富的。你虽然无钱，但是讲体力布施啊，哦，佛寺内底要讲经说法。来留涂骹摆桌椅啊，哦，清便所，哦，乃至呢，伫大殿内底呢，拖地板、砌佛桌啊，这嘛无用种含大众结善缘啊，佛门去修福报啊，哦，福报是慢慢啊勤，慢慢啊修而累积，哦，所以福报大甲细呢，含你付出的代价有密切关系。春就求你拍愈大力，伊跳愈悬。你无甲拍呢，伊就无瘾跳。哦，福报也共款。你报是一块银，含报是十块银，哦，含一千万。哦，迄现世界大呢。哦，所以啊，福报就是安尼来啊。我若讲大声话，分贝就大；我若讲细声，你就无啥听了。啊，我若无讲话，你就无听着啊，是毋是啊？啊，讲大声，你就听得清楚。你付出的代价啊，哦，这是因啊，因若大，果就大；因若细，当然果就细啊。你无付因，安尼叫做无付出因啊，全答袂答袂，啊，声音无甲放出来咧，无咧因呢，就无咧果啊。修福报也同款呐，哦，加添你虔诚的心呢，这个福报更加愈庄严个。哦，爱心甘情愿，欢喜心来喜舍，啊，咪感谢福报呢？哦，不得了咯！就变讲，你即马真困难当中，人布施乎你啦，人得好颜色乎你啊，佮兼布施一百块、两百块。诶，人的态度对你非常好啊！哦，啊，佮佮虔诚恭敬来布施予你啊！你嘛真欢喜。啊，有一款人安尼啊，布施一百块予你，一千块予你，哇，布施就布施，用话佮你口口舌舌，讲话佮唔情愿，佮佮你偏想，佮佮你呢讲一寡呢，予你烦恼代志啦。你这人大本去食。好好啦，唔去趁食，讲花呢，哦，低收入的呢，哦，甲你讲啊，好真艰苦，接受人一百块，就讲啊真歹听。我的意思就是讲，你会安尼呢，含你的道生累劫，你为人处事布施有关系。无定着过去成长，你布施予人的时，你心不甘情不愿，唔是欢喜心要布施的，当时有可能讲话呢。含伊同款，同嫌东嫌西，
大盆去食，吼、哦，啊买食唔讨趁，吼、哦，计所谓呢，愿意做者呢，吼、哦，低收入人，嗯，我看你哦，阿麦个路山哦，还听无？因果循环呐、啊，所以平平都有心共报喜啊，你都要共安慰、共鼓励，讲不要紧啊，你这暂时的，时间总是会过，福分总是会来。只要你肯打拼、肯努力呢，后摆你贫穷善食嘛变成富贵之人呢、啊。哦，唔要灰心哈、啊，哦，爱有信心，爱甲鼓励啊。哦，迄人接受你报喜、喜舍、救济呢，伊心内是何等的温暖呢、啊？北京语叫做非常温馨呢、啊，是唔是啊？同款理由，报喜的心态甲动机非常要紧。千万要记，除了布施以外，你的态度要非常的好，因才是一完整的布施。不然呢，一百块赚给人，个人讲一寡五四三，口口舌舌，人接受你这嘛真艰苦啊。甚至也靠志气人诶，伊也无愿意讲互你布施啊，是毋是啊？所以佛经讲啊，讲你亲人提起布施呢，含间接布施呢，就差别了呢。哦，伫《人王何国经》有讲啊，国王亲人报施，这福报是100%。啊，国王间接摕宰相和文武百官，叫伊呢提起呢报施佛事啊，这就欠差不多哦10%去啊呢。哦，啊态度够歹呢，反正剩30%去啊呢。所以，含伊动机、含伊心情，有欢喜无欢喜呢？这福报因缘啊，随时呢，拍折还是增加。注意了解吼，这布施的心念非常要紧。好，搁听好哦。总讲一句，咱每一人伊未反省伊福报是安怎来？甲万公之世的人都得了后呢？为何别人遐尼好贵，咱就出世伫善食人家庭？哦，这人心人命，以佛教来看呢，咱这世一人的富贵荣华、贫穷善食无好贵呢，这完全含生生世世呢，完全有关系，叫做因果。那么有福报非常大，有就无啥福报啊，无福报人就怨天怨地。怪天怪地啊，真是无可提起。哦，那么在这经营之下，伊心内不平衡，时常咧闹情绪啦。但是伊将来唔爱反省自己呢，多生累劫无受福报啊。无呢啊，你为何未出世伫王永庆因兜呢？哦，你未出世伫张忠谋因兜呢？哦，你未出世伫呢富贵人家因兜呢？你大官好运兜呢，就出世伫善食人家的家庭呢，这叫业力果报。你投胎转世过程当中，含你修行有关系。哦，这叫业力果报啊！布施施舍，就是这道理啊。所以人呢，这世人啊，唔免你偌大努力打拼呢，钱财滚滚而入咯。这爱修啊，好，那么在本段简单讲，从出家人，你爱持重啊，不管你的情差呢，有庄严无庄严，有价值无价值，淡薄就好啊啦。哦，人讲三个是惹这风寒呢，哦，来避修者呢你啊，哦，你不穿三个，赤裸裸的呢。那不修篇幅啊，实在呢，反看你家己呢，讲这人不是文明的人，这人是野人、土人呢。哦，即卖已经21世纪啊呢，无可能讲你穿个一个潮鞋啊，哦，穿一个野兽的皮啊。这文明的时代有纺织的时代呢，哦，当然穿插当中真讲究啊。在这经营之下，哦，你穿粗布啊。嗯，你就莫怪天怪地，哦，伊意思讲你执着的，
啊，唔茫想讲别人的财产遐尼济，就咧怨妒、嫉妒，才去烦恼。你反省你自己的福报呢，多生累积无收啊！伊重点在这个所在。我是联想讲，修福报的重要性呢。咱无修行实在未使。哦，福报无收更加会苦恼啊！所以咱佛门有一句话讲：修福无收费啊，变成呢，你会苦恼，就生烦恼啊。你看有人真有智慧哦，哦，有智慧，但是无福报啊。他安怎福报都生不出来？唯有做人的秘书啦，管人卡帮啊啦，做人的智库尔，无法度当权政执政啊，还是讲家己无法度做头家当处长啊？唯有做人的文书，哎，做人的这个秘书，做人的所有的智库而已，哎，做人的无聊的尔。佮讲献计啦，吼、哦，啊讲献智慧，安尼布施智慧安尼尔，这叫做有慧呀、啊，无福啦，有慧无福，啊，就生安怎，生烦恼啊，哦，你有智慧，但是无福报呢，生大苦恼咯。这第二啦，啊，佮拄仔讲的叫啥呢？你有福无慧，就生颠倒。你看一个人，伊福报非常的大哦，但是无智慧，啊做个代志拢糊涂事啊，唔知影代志个真相，伊做个甲地呢乌白做，就颠颠倒倒，哦害人害己啊！你有福报，但是无智慧呢，哇，啥物都无真相知啦。恁个变相讲做代志，唔知影来龙去脉、前因后果，唔知影真相个时阵呢？乌白得度，因此呢，乌白做代志呢，做出来代志拢糊里糊涂，叫做生颠倒啊，叫做有福无慧生颠倒。变做怎啊讲呢？你有慧，但是呢，你无福呢，变成生苦恼。就像拄啊讲的，哦，你智慧无穷无尽啊，但是你就无福报，你买。吃一个饭诶，无钱；要娶一个某诶，困难；吼、哦，要做事业呢，难上加难呐、啊；吼、哦，雪上加霜啊！严重倒严重，搁更加愈严重，倒头栽搁栽搁愈落去。所以讲，有智慧无福报呢，会生大苦恼啊！所以我们讲修行，都两个原则：修条、修福、修慧。叫做庄严福慧啊！你福慧若圆满，你就幸福啦。安尼就明白哦。有人偏重要修福，无爱修慧，安尼唔得。叫伊布施施舍做功德，伊样样拢尽上啦，对人拢会得。你布施一百，伊布施两百嘞；你布施一千，伊两千嘞；你布施一千万，伊要一亿嘞。好，布施袂输人哦。啊！但是叫伊听经闻法，伊讲啊，我无闲啦，歹势啦吼。哦，伊干要修福报呢？伊讲伊无闲听经闻法，听经闻法研究教典修行，则是修慧呢，修你智慧呢。因为也由于有智慧，才能破烦恼、断烦恼、证菩提、开悟证故成佛呢。所以啊，你若是修福报无修智慧呢，要成佛难啊，不但难啊，根本就无可能。所以啊，你干那修智慧无修福报嘛未使啊。你看真济出家众啊，哦，怨天怨地，哦，讲信徒供养伊无供养伊啦，这怨就对啦。你就是无修福啊。虽然真有智慧，哦，真有正见，但是你都无智慧，无这个福报呢，你无修嘛，哦，当然信徒有当些呢，伊有法师通供养就好，无分这个法师有了义无了义，有正见无正见，伊无甲你分呢，啊，心平定啦，呢也是对，但是有当些你啊，布施佛跟菩萨就差别啦呢。
普是阿罗汉跟一般法师有差别呢，中央圣境跟凡夫境也有差别呢。哦，那么同款理由，换一句话讲，就讲你布施一百块啦，这个法师在修行哦，哦，这老师就对啦。啊，一个是恭敬说法的呢，都差别啦。哦，因为你布施一百块，老修行的，唔知当时要开花结果，唔知啊。哦，啊，现不但你布施会用方法布教法师呢，伊马上摕这钱呢，买这个时段，哦，买这个录影带，恭敬说法啦。马上全国人民百姓呢，就讲听经闻法，马上开花结果啊，马上开花结果。所以这啊，在佛为教经有讲了啊。所以呢，布施当然对上关系。你布施有一个假和尚，跟真的和尚呢，就差别啊。啊，布施有强盗大贼头，跟布施有正人君子，就佫有差别的啊。所以布施要佫是爱有分别，布施要佫是要有智慧，无智慧做代志糊涂事。哦，北京伊讲搞砸了啦，布施呢无智慧，变成了变作业啊，是毋是啊？无毋对啊。总讲一句，咱福报是修来，毋是天降予咱的。哦，父母予咱的，迄是咱过去成长的福报余业享余了的。所以如何继续阁进修你的福报呢？这是当今之物啊！哦，所以我当初我出地时啊，我一定呢，哦，爱选定呢写便所。嗯，我才讲便所呢，伊本身自己作阵会只久啊，哦，大小便利啊。嗯，如果若有十个人来只久便所呢，我就跟十个结缘。哦。啊，这十个当中啦，两个啊，一个吼，今仔日的胃肠都无好，闹事哦，来走五遍呢。哦，我是额外搁赚的就对啦，搁甲伊点呢，十外遍你看。哦，啊，十一摆来估遍数呢。嗯，我甲一摆结成年呢。哦，所以啊，今仔日啦，咱就当修福报的重要性，结甲是成年呢。哦，福报是收未尽的啊，福报是收未满的啊，尽量去结善缘就无唔对。哦，啊，佮有一挂人呢，伊一般呢入佛寺内底啊，去收福报拢选择性的哦。哦，这无一定就对啦，像我特别爱选便所来洗哩。啊，便所呐，确实讲哦，我有人就闹事吼，啊，放着喷到满世界啊，啊，用水冲未掉啊。用撸啊撸袂叮当啊！我拢留迄针甲吼，迄塞皮吊伫迄种瓷砖内底啊，往针甲去扛扛塞皮啊，就对啦。哦，扛甲清气淡淡，嗯，少清气清气呢。所以收一个福报啊，无咱嘛知咱的福报真无啊。哦，福报是收来，千万爱记。哎，啊有人。伊咪选择性啊，其实唔通选择，有工课就捡来做。哦，有人会专门爱切佛道哦，啊叫伊呢洗便所伊就无爱啊。哦，啊叫伊洗便所呢，哎伊无爱，伊偏偏咪留大殿呢、啊。哦，拜道伊啊，哎做文书啊，吼、哦、这个都唔对。啊有人特别呢无爱去厨房灶卡，哎你嘛唔对。因为啊，厨房灶卡确实油腻呐、啊，很油腻，啊，很繁杂，哦，目水目干，尤其啊，冬天的时候，干甲手拢干呐，手泛红会疼，所以有人拢特别不爱落去灶卡，因此呢，因嘛唔对呢，啊，轮流咱伫灶卡的时候，爱呢欢喜心的全力全心而赴啊，千万唔通选择性的。敢要留大电脑，要办文书、听电话都，其他你拢无爱做，安尼唔对哈。会记哦，厨房一般人伊上无爱做，凡是伊要做便所、要清便所、洗便所，伊都是无爱呢。入去厨房灶骹，
哦，较早有人讲，轮流伊做灶脚哦，一个月煮了了，伊就讲，哇，我解脱啦，哦，我听这句话有伊真烦恼，哦，我听这句话有伊真遗憾呢。灶脚人上不爱去的，你发心，这功德上大呀。你看伊做迄只乞丐的当中，伫灶脚内底呢，是安怎过日子的？认心认命，心不甘情不愿，伊的出家动机就无正确啊！出家动啊，伊心情就稍微有问题啊，发心发袂出来啊！你看伊迄个安怎度过？哦，逐工咧算讲，哦，过一工啊，剩二九工，过五工啊，剩呢二五工，哦，过二十五工啊，剩五工尔，哦，过了二十九工。哦，明仔载已经最后一天了呢，赶紧呢，哦，一个月已经解脱了，哦，买一挂香槟来庆祝一下啊！吼吼，你看出家人有安尼无？有，非常的分段啊！哦，这款人伊拢未妨受人欢迎，这款人也真无人缘，啊，介孤僻的怪性呢。所以啊，伫厨房呢，来做欢喜心个贴出来，你也想讲，我都遐无人缘。我就呢，就做无好背啊，身躯即个是身躯命，全然变苦啊。为上主做代志，贡献就是修行啊；为别人服务就是修行啊；为自己是好背啊，爱欢喜心啊。你爱为这点来着想啊，哦，该因着释怀啊嘛。十方三世诸佛抛陀如洒热血。众生爱卡就卡互伊，哦，爱关就关互伊，爱手就手互伊啊！伊都敢用身躯性命布施予众生啊！哪里呢？布施一寡体力伫厨房做工过，你就伫遐呢埋怨、怨天怨地啊呢？心不甘情不愿啊呢？所以是相当要不得的行为甲观念。你安尼想，较早我写便所，写便所就安尼啊。如果今天三十个入啊，古变数啊，我讲三十个结成的啊，啊，这三十个若不幸闹赛呢，走五转呢，吼吼，三五十五就走一百五十遍，我都结一百五十遍的成缘呢。你听有？我一个闹赛几十遍呢，吼，我老弱不死，吼吼，安尼呢，走一百遍，我都结三百几遍的缘，总是好大啊。所以啊，咱结善缘，咱福报就增长。纯水呢，你个道呢，伊就巴张，就张起来，张起来，就关起来。哦，啊，你不但无甲倒水落去，佮佮抽脱家己呢，生长你福啊。佮你埋怨呢，你福报一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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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然后就变苦，就变苦，就变苦，愈无爱做愈变苦。哦，佮最后无福，含人道的机会就无伊啊，就三恶道落去啊。地甲畜生五鬼就是恶业真重啊，无福啊，感召呢，遐连卑贱的三恶道去啊，三善道无去哦，对着三恶道啊，非常的吃力啊，无智慧啊，哦，未发心啊，道理在这个所在，所以呢，过去啊，伊这个菩萨祖师呢，拢是人伫厨房做工过，伊厨房是所有工过内底呢。最繁杂的，很油腻，而且呢，湿哒哒的，淡落落啊，无甲规身躯淡落落啊，啊，滚啊，拜人去食饭啊，所以若无菩萨的发心，一般泛泛之辈，十个月煮，九个月去烦恼，十个月煮，十个呢，都伫遐弯来弯去，可见厨房灶脚呢，是一般人上不爱去的啦，所以较早有一个呢，开山的祖师啊。道场内底呢，出家人有三四百人啊。因此啊，有一次呢，迄、那个主持人走去呢，厨房去巡逻啦，看了一个火头军，伊就问讲：“这位大德啊，你伫厨房煮食的心得如何啊？”那这主持甲问我，这个、火头军讲：“讲伫厨房煮食点点滴滴心得吼。”我讲甲你办呢，我的喙须就好拍结啊！这毋是两句话讲会好啊，
这猪看卖呢？吼、哦，这猪是阵阿靠无眼呐、啊！哦，唔代表那个问落去啊，有影如人饮水，连贯自知啊。厨房是呢，人上不爱去的。哦，古早时代哦，无家事啊，因准呢在山顶捡茶，啊茶那是淡去吼、哦，哦啊煮食就困难呐、啊，哦。啊，煮了伤烂，那咸甲半就是；煮了无够烂，米电焗焗，人又搁咸啊。菜煮了无够咸呢，人个咸；煮了伤过正，人个咸；煮了伤过汤，人个咸；煮到无够汤，人个咸。吼、哦，你看回头军啊，厨房个装货塞五歹做就好。所以我讲，我讲予主持听，那讲甲会清楚，你哪会慢呢？我喙嘴就拍夹，拍十外夹啊。痛苦无人知啊！这也就是为安那自古名言，菩萨拢总是厨房去做工过啊。这阿罗汉、自了汉，表示清高人呢，笨蛋人呢，未发心的呢，唔敢来厨房，有道理滴啊！你看什么？我咧常常咧讲哦，真济咱在家菩萨，咱台湾报道有心学佛人呢，伊就较爱来厨房，有影、啊。厨房是上好修好补所在啊！人愈无爱去，愈避一个工贵。哦，啊，做咧家己油搭搭啊，哦，淡碌碌，哦，规身骨骨干咧，像跳去水沟里同款啊。所以啊，十个拢无爱做啊。啊，人无爱做工贵，你捡来做，叫做无简单，人上人啊。哦，当然这佛性无差别啊。哦、但是你因为你动机观念有差别，就一路谷底啊。哦，那么像讲我嘛，做伫厨房诶，咱袂用炒菜来切菜啊，袂用切菜来洗菜啊，你就爱呾咩念佛啦、修行观想啦，嘛是真好一个所在啊。哦，人爱炒就去用炒，咱也无爱炒，咱就炒菜。哦，诶，是毋是真快活啊？看大众得善缘呢，所以啊，要自了解吼。那么因为啊，你看诸佛菩萨咯，吼，伊就示现伫厨房内底做中破山，做回头军呢。因为呢，回头军是每将上无爱落去做主者，伊加落去就是讲，这样无简单。你看落去厨房发心的人哦，你看伊面相，拢无啥性，爱盖地油嫩。啊，受到尾相貌种后悔完满呢？哦，遐笨蛋难死的，伊相貌就堪堪食食成阿罗汉的呢，未使发心就丢啦。所以咱叫尊敬菩萨呢，伫厨房内底，厨房遐菩萨呢，咱应当甲拍一波啊，甲鼓励甲赞叹一下呢。哎，你做清楚吼，无你就去厨房看卖你啦，哦。我讲无三礼拜，无三工就喷天去啊！走哪飞的咧？日本阿叔啊，你厨房好唔好？唔通啦，油碌碌咧，搞到规身躯亲像无人个，就跳去便所咧。吼，嫌到要死去。所以不能如何，咱对厨房发心遐菩萨呢，包含遐法师呢，那个恶路赞叹甲鼓励。哦，因唔是每种敢类想要类。啊，总然买落去做袂好啊，介济啊，唔听恶啊，所以啊，为何今发挥伫厨房的代志呢？因厨房迄所在啊，哦，是无想买落去啊，无人买落去啊，太难为，太难当诶，安就明辨哦。好，总共一句，咱自己的福报多少就算多少啦，哦，唔忙呢。底下无知足呢，底下想人的财产呐，拢无顾家己的福报呢，安尼唔对哈。既然知影讲修行就修福甲修慧啊呢，哦，安尼咱尽心尽力呢，广修一切福报，安就无唔对啊。那么知足，那是知足是功德就无量啊。啊，你唔讲知足呢？哎呦，超过你本分事。共贪共取就自业去啊！所以讲知足的人，那本身是富乐安稳之处的。
啊，无知足人，逐工住伫房间、伊客厅、伊家己空间呢，都伫遐呢，心热砰砰啊，怪东怪西，怨天尤人去啊。所以知足也是修行当中呢，哦，一个知足的一个修行法门。啊，知足唔是叫你永远安住咧贫穷善者当中，唔是福报呢，唔是安尼意思哦。知足唔是叫你卖奋斗呢，知足唔是叫你永远安住伫善者当中呢，知足唔是叫你讲呢卖打拼，卖修行呢。哦，总你偌是福报，算偌是福报，但是爱继续去修福报，爱积极去修行就对啦。哎，叫做福报，叫做知足意思呢。唔就啊，我善啊。对吧，插伊啊，善是多生累，就无收嘛。啊，即世人呢，嘛卖阁收，安尼叫做唔知知足意思。哦，知足是叫你咧福报偌济算偌济啊，唔茫阁起心动念，伫怨天怨地。哦，伫人心人命，嫉妒别人，哦，怨叹别人。哦，你知影吼？等你知足当中，煞是爱积极以待，修福修慧啊。所以唔好超过本分事带来自业非分呢，一个知足的意思。好，注意听哦。那么出家人是有道不有贫呐，咱烦恼讲咱八道内无道无真理，安尼尔。你要记住三宗十二部教典的道理伫心内，安尼才好做了生脱死，度化无量众生呢。所以出家人上烦恼就八道内无道，观念上、思想上无道尔。但是伊唔但烦恼，伊呢就善者，佮个善者的出家人都两天护法护持啦，人天给供养啊。啊，只要你唔修行，就另当别论呢。所以说，假摩牛呢，对这知足佮无知足，伊安那做一个呢详细呢分解呢？这是上世解说呢，来看《佛为教经》啊，伊讲咯，《佛为教经》云：你定比丘，欲欲脱诸苦恼，当观知足。知足之法，即是富乐安稳之处。知足之人，虽恶地上，犹为安乐。不知足者，虽处天堂，亦不轻易；不知足者，虽富而贫；知足之人，虽贫而富。不知足者，常为五欲所牵，为知足者之所怜悯，是名知足。有顺吼，真正非常庄严啊！所以佛祖千叮咛万交代，甲比丘去呼吁啊！讲你顶比丘啊，我付的弟子们，你若要脱离一年呢？你善者贫穷的当中，要脱这烦恼呢？哦，要远离烦恼呢？当观知足。哦，你若心内有知足呢？哦，你就富乐安稳之处的。你未安哦，你就是因为你无知足啊，你的苦恼就是呢，因为你无知足啊。你也是讲啊，我多生累劫都无修，人有修人就真富乐啊。咱无修爱承认，哦，咱无修爱按住我命机来滴，所以去积极来修你福报啊。卖知足安顿地啊，停顿地啊，原地站脚步你未使哦，爱继续去修你福报。哦，但是你爱安怎？爱先知足，知足叫富乐安稳之处啊。知足的人虽然倒伫涂骹度过脉呢，也犹如非常安乐。你讲介知足的人呢？伊倒伫芒啊坡顶、草皮啊顶悬、涂骹啊顶悬呢，伊心内非常的平安，哦，啊介安心、介快乐啊，这是有修的人啊。啊，无知足的人呢，虽然倒伫天顶的天堂哦，哦，天顶的大地黄金为地啦，哦，美女一大堆啦，爱啥就有啥，但是你自己还阁未知足，
我未知这个人虽然倒伫咧天堂遐尔享乐的所在哦，也无歉意啦。伊嘛伫咧嫌国安尼无够啦，嫌东嫌西啦。哦，算无知这个人虽然倒伫天顶的天堂诶，也无歉意，也未满足就丢啦。啊，无知这个人，伊就虽然富贵呢，也如同贫穷同款。因为世间人真济啊，今趁3000块阁无够，希望5000块，5000块了阁无够，希望趁10000、20000的呢。已经欠差不多100万哦，阁嫌无够，快1000万未？已经欠1000万了，阁无够，快讲欠1亿、2亿、3亿、100亿未？这规个地球所有钱拢伫手中上好啦。即款呢，虽然富贵呢，也如同呢贫穷善者。叫做虽富而贫呢、啊？哦，有无？这款人大有人在呢。啊，永远未知足，未满足，这心内个欲壑难填，欲望是无止境，填未甜的啦。哦，就呢，哦，万丈的绝谷同款呢，永远填未甜。这款人真可怜呢，都因遐人好过啊呢，又还个愁眉苦脸呢。一个面是靠鬼面的呢，哦，这款人呢，爱好修行咯。啊，知足的人虽贫而富啊，伊虽然哦善者，唔过非常知足。哦，这款人虽然贫穷善者，哦，伊犹原就富贵人同款呐。你看，哦，伊身躯有100万的人，哦，伊阁爱共借钱的。爱共欠人个钱人哦，伊阁会报死咧。你想看卖啊？差个遐尼济，迄观念是安怎培养？我想无呢。伊身躯有100块哦，爱阁共借钱。哦，爱身躯欠人100块哦，无钱哦，伊阁呢会共报死。这一款人个特殊咯。这知足无知足，欠发心唔发心有关系滴。那么不知足人常为五欲六尘所牵制掉的，你无知足吗？永远都在贪名、贪利、贪未停，和五欲给你拔掉掉啊，牵制掉掉、控制掉的啊。为知足之人所怜悯，是名知足。呢呢，未知足的人，会乎有知足的人呢？喺当前可怜危险呢？这叫做知足意思，吼吼，有水无？非常水。总讲一句，咱出家人爱淡泊明志啦，才好着出世解脱啦。哦，如果你贪名贪利呢，哦，未厌烦，这款人必定对这恶道啊。哦，所以名利会当使人堕落啦。哦，所以咱佛门一句话讲。讲地界五条根啊，财色名食睡，无唔对啊！贪五欲人，这个五个问题呢，个个对了啊。但是名利，哦，你有名利的人，买得大众生呢？哦，你无钱要哪讲经说法啊？甲电视台付出来钱的，哦，你无在条付，要安怎伫电视讲经说法呢？哦，啊，但是你买贪利。阿卖贪名，哦，啊你有名声了后，阁有正知正见，人唔知要听你讲经说法啊。这名利是对了的因素，名利也是度众生的因素，看你安怎用，你的动机问题呢？假如本法师若无小寡伫台湾社会小寡名气呢，人讲啊，这人无名啦。众生的心态有虚荣心吗？你若无名咧，讲啊，这无名，就无爱听你讲经啊。啊，你有名声，哦，遍满位置啊，哦，家庭有正知正见，那么听经人就人山人海啊。所以名会互人对了，名会当度众生呢，是一个方便呐、啊。但是千万唔通贪著就可以啊。你注意清楚吼。哇，那清楚时间到咯。会见啊！咱明仔载祖师训诲出家30要经呢，第14天
同时间再会。